支乐队的演奏靠的是默契，成员就像一家人，才能谱出美妙的篇章。由天主教会创办的公教中学附设小学部，是一所兄弟情感浓厚的纯男校。早期的教会学校大部分以英语教课。法国神父劳爱华1935年创办公教时，则认为要教导做人的道理，学生应该学习母语兼通中英文。大的不同是我们的宗族意识非常的强。张略林今年80岁，1950年代在公教中学念书。儿子张志昌医生1975年进入公教，在那里完成中小学教育，两个小孙子也顺理成章尾随其后。那我觉得话，我的英文很差，家里没有个会英文的，我的英文极差，所以我也是给他去公教。我那时候是像这样，只是认识那些华裔的教官。张志昌实现父亲的心愿，成为掌握双语的医生。不过他把孩子送去公教，却不是为了搞好英文。当然双语到后来对工作上来说我们都觉得特别有用，毕竟我们是华人的沟通啊情况下啊，用华语沟通是变得很自然的。所以孩子后来进公教，第一我想在脑里就是想说延续一个传统啊，继往开来之，可是呢当然也是希望他们能够啊把华语弄好。张志昌现在还收藏着小学时代学校出版的学文杂志，里头有老师鼓励他投稿的文章。让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华文老师陈杰爵。你好，学弟妹了。对啊，好，我们大家来回学校参考吧。滑铁卢街旧校园的每一个角落都留下他们的回忆。他其实上课之前都有准备过的，不管是他会演出那个成语的故事啊，要不然呢就是有一些笑话，有一些游戏让我们参与，所以大家同学都很喜欢上华语课，因为都是从笑声连绵呢，就是觉得很兴奋，然后从而当然学习华语就变得更容易一点，就不会那么枯燥。陈杰爵老师1950年曾经在公教念书，大学毕业后第一份工作就是回到公教任职。我一进的课室是在高级班，高中，那时候他们的年龄跟我也差不多，因为我是刚刚离开学校，所以呢有点兴奋和紧张，那就没想到那一晃呢又是几十年了。那时我们的办公室就是转过来的时候啊，这一间上下午班的老师都在这间课室办公啊。那时候我们办公室非常的简陋，但是同事们都非常的和睦共处，大家都感情非常好，因为常常面对面。公教中学的创办人劳爱华神父说，公教中学是中英并重，双轨火车，所以由他开始就创立了公教中学，造就了很多双语人才。第一任校长姚国华来自广东，英文根底深厚，为公教的双语教学立下了根基。1950年代，一批十多人的天主教修士因为中国政局变天撤退。
校方开除。学校控制的很严格，啊，就是那个时候，凡是有参与任何的政治活动，或者支持，可以这么说了，除非不给学校知道，如果学校知道的话，马上会叫他离开呀。校长，你能够看得出哪一个是我吗？我是蹲在。今年90岁的张世典修士是任期最长的公教校长，33岁那年掌管学校。那时候我跟别的校长比起来都比较年轻，他们都管我叫小弟弟。那时候有公教是两种语文，我们真那是老外华人就是闯校人，他的构思。张世典原籍北京，1960年掌校后，为公教扩建校舍筹款奔波。爱好音乐的他推动歌咏队，而且把公教带入会考成绩优秀、人才辈出的辉煌年代。1973年，总统奖学金得主张道昌是张世典时代的毕业生。张世典校长为人相当严肃的，校长从来不在大家面前责骂同学，反正他通常把学生带进他的校长室，校长室里面有很多好吃的东西啊，那么他就会跟学生了解他们到底犯了什么错误，然后让他们改正过来。我听说他有鞭打他们，或者是打手掌，而且他能够让学生说你选哪一个藤鞭啊，然后打了之后，他就给学生吃糖果啦，然后大家很高兴。一直到现在，我们还在为张校长每年庆祝生日，学生们还对他这么的尊重，还有爱戴。少人有机会唱一首校歌，唱了12年，从小学唱到高中毕业。公教中学的这首校歌，字字句句留在一个人的脑海里。在公教完成12年教育，以优异成绩获得总统奖学金的张道昌，就读高中那年，国家初级学院刚好成立，吸引了许多优秀的中四毕业生转校，但是他却决定留在公教。高材生外流啊，对学校的竞争力会很大的影响。那么我当时的选择并不太困难，因为我觉得如果学校需要我们的话，我们怎么能够就一走了之？当时候我们那班其实留下来的人相当多，而且我们那时觉得有能力跟国家初级学院竞争，当然我们也要有我们自己那种能够自力更生、发愤图强的精神。公教中学高中部一直开办到1975年，1979年，公教获选为特选中学，士气大振。没想到几年后，校园土地却出现裂缝，教育部基于安全考量，下令公教搬迁。应该是1987年，很清楚的，那么3月就搬离那个 Queen Street 旧校舍，那么就到那时候新一个光阳中学，就也是在璧山。学校搬迁，学生首当其冲。目前从事木料生意的林尔林，那个时候刚好在公教就读。我们搬了很多次，到我是中一、中二的时候呢，我们才搬到现在的 Bishan 22。
是觉得有点很难定下来这样的感觉，因为坐车去学校的时候呢，有时候就是去这个地方，又要重新再学，要搭什么车，又要再去另外一个地方，所以很麻烦。再加上你有时候你换了一个学校，有些同学们就觉他们家长觉得太远了，还是不方便，他们就换了一个学校，所以又是新的一个朋友。陈杰觉老师当时是公教的训育主任，也为学校寄人篱下、设备欠缺的困境伤透脑筋。我们中学本来的来源呢，都是小学，全部的小学。那后来呢，那些比较优秀的，那都家长呢看到这样的情况啊，那搬来又搬去，又没有固定的校舍，又寄人篱下，所以他们呢就中意。小六会考完毕之后，那成绩好的啊，都转到当时了名校去了。那么公教那时候几年呢，可以说了是这个成绩也好了，各方面都好了，都比不上过去的那种辉煌的表现了。1992年，位于璧山的新校舍终于落成。我们进去璧山的时候呢，其实学校还没有完整，都没有油漆，灰尘很多。进去开始读书的时候呢，还有几个地方呢，他们还在建筑啊，所以很潮。可是能来到璧山这里，我们知道这个以后就是公教的一个学校，多么的空荡，我们也很高兴，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是公教，我们不会再搬了。安顿下来之后，当务之急是在学业方面赶上其他特选中学。1990年，公教的成绩深受排名所累，令众多校友忧心，希望母校再攀高峰。山再高，有仙则名，水不在深，有龙则灵。公教必须有仙有龙，就能够成功。作为公教的校友，我衷心祝贺母校校友蒸蒸日上，再接再厉，为国家社会做出贡献。2005年，公教开始走出阴影。中四会考成绩从全国第三一跃榜首，好些年轻的校友也怀着热忱回返母校任教。林尔林大学毕业后，在璧山校园执教8年，后来因为要照顾家族生意离职了。目前还有8位校友在中学部教课。以前放学过后，只要一有空，就是大家就会去操场上面踢球了。以前我是印象就是来学校是开心的，也不需要被功课这些东西而烦了。对，就是很随性的就应付自如了。反而现在的学生，他们面对的东西也比较多了，要求也比较高，因为社会的变迁这方面，所以身为老师的我现在，也是很尽心的去引导他们和帮助他们。读书时代就参加合唱团的谢志仲，现在是学弟们的音乐老师。10年当了一个公教的学生，就是这个公教的形象，就是刻在我心里，是很大的一个部分。就是每次跟朋友出去还是什么，就是有一个身为作为一个公教的学生，就是特别感到骄傲了。我愿实现公教学生应有的美德，爱整洁勤学院，从前不胜交友，守纪律重功德。就是全部这些关于作为一个好像一个彬君子这些事情，就是就是还在牢牢的记住了。
张道昌从公教毕业后，曾经在国立大学任教，也在 A Star 领导过科研创新项目，现在是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的教务长。我们的校训是亲爱忠诚，敬业热情，所以在这个校训下，我们同学们都能够互相帮助、互相支持。在我日后的工作还有办这所大学的时候，也成为我的座右铭。比如在创办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的时候，我们除了把学问还有知识的追求方面，我们还把重点放在培养技能还有学生态度，让学生能够有健全的那个教育。华铁卢街22号目前是一所综合艺术中心，也是许多公教校友的感情故乡。自从公教中学搬走了之后，校舍列为国家保留建筑，空置了20年。2011年，老校友张东校获得文物局批准，签下9年租约，花了250万元，将旧校舍整修一番。我们池塘有公教现在的学生，每个月都有派学生过来，这个上我们解释这边的活动种种历史，明白我们公教怎样开始的。那么尤其我们有别的活动，他们也可以来参加。我们在下面邀请了几个壁画家画了一些东西，那么我们的这现任的校长也过来。张东校是名建筑师，也是公教碧山新校园建筑委员会的主席。他在整修旧校舍的时候发现，公教学生在1960年代所做的壁画依然保存完好。他们可能都要爬楼梯上去的，不过画得好的话，我们就是还给他们糕点啊茶喝。这位毕业了56年的老校友，希望能够长期租用这个地方，永久保留感情故乡，弥补老校友心中曾有的失落。毕竟我们是在这里成长学习，其实到后来到社会工作，就是因为这样的基础，我们才能够有比较好的表现吧。然后这里有我们的喜乐，有我们的悲哀，也有我们的烦躁，所以把建筑物保留下来的时候，我想我们这些老校友又特别能够勾起一些回忆，而且这些都是非常刻骨铭心的回忆。时空变了，老同学碰头的习惯却没有改变。一到周末，碧山的校舍里总会见到3-5成群的校友。现任校长苏丽玲是公教史上少有的女校长。我们因为是一个教会学校，所以一直以来我们都非常重视品格教育还有精神方面的培育。而且我们是10年的男校，以后男生呢长大了又要当兵啦，又要持家的，所以我们也是非常重视体育方面的这个教育。我们是希望他们以后呢，将来会成为一个正直有主见的领袖，能够为社群服务。82年的岁月匆匆而过。公教的双轨火车也已经成为新加坡双语双文化教育的基础和共识。所以如果我们保持这种双轨火车，但是把它的意义扩展超过所谓中文英文的学习的话，我觉得对我们的21世纪的学生，将来他们一定会成为全球的市民。Thank you.
润物细无声，育人于无痕。公教学子们反复咏唱的敦品力学，无间无休，或许也如白云渺渺，绿水悠悠。下载 Toggle App 免费重温节目。